兄弟们，我这个燃气炉这个管儿这块漏了，然后医院的一个工作人员刚才和我聊天，我让他帮忙找一个吊瓶的那个管儿，我给他换上，然后还能省一份钱，不然还得买一个。等找晚上找到露营地儿，我就给他换上，就这个坏了。不是你新的，旧的就行。没事，旧的就行。那一手不热吗？那不热，它这个气儿就是整气儿的，它热是这上面热。都有尖的，啊，都有尖的。有那我都有。哎呀，没有，我给你找个尖的。不用，那我都有。等我找到露营地儿就给它换上，它漏气的。漏气了怎么办？漏气了浪费。对啊，浪费是我怕我中毒。你要是对。你要是弄那，你要是洗头还是后边有热水，后边有啊，有啊，都有，他们就热水啊，他们那我去洗一洗，去吧，啊，谢谢啊。我先用水给我这锅刷刷吧。经过医院好心工作人员的指点，我打到了净化过的自来水还有热水，而且工作人员还给我拿了一个新的吊瓶管。我这个燃气炉这个管儿它漏了，我准备把这个换上。谢谢这位美女姐姐。我今天的露营地儿就是郭阳县西阳镇卫生院。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地图，我不准备向蚌埠方向出发了，我准备先到孟城县，然后奔着那个叫六安，奔着六安去，然后是一路向南。感觉奔蚌埠方向好像还是有点往东走了，浪费我的路程，所以说开始先到孟城县再说，出发。找个地方吃点早餐，再买点补给。我看见有凉皮了，老板，那还有凉皮吗？还有凉皮吗？凉皮儿。没有凉皮啊。麻辣拌面呢？麻辣烫面多少钱呢？6块，羊大肠10块。那我来一个麻辣烫面吧。麻辣烫面，羊大肠。哎，看看什么叫麻辣烫面，热乎的，老板呢？热的呀。哎，好嘞，那我就坐这边上吃吧，兄弟们。旅游的。去你睡哪？晚上睡哪来了？这就是个床车吗？晚上就可以睡那个。啊。就是睡觉的。下雨呢？下雨不漏啊？不漏啊。开个啥看看？啊？开个啥看看？怎么设计的？我昨天买的猪头肉28，这怎么喊着14呢？看看，批发价14块钱一斤。老板，你这14一斤呢？啊，对。那这么便宜呢？啊，对，便宜。锅里多少？那我来半斤行吗？好，行，我等下给你，明天送你啊。好。14块钱一斤。
我昨天在那边买的28。那你肯定嘞，我们那里边就卖28。那我来一斤吧。好。一斤还顶那个半斤。是的。嗯。这一块好吧？我想要鼻子那块。鼻子那一块有。这都是下壳的。这个是鼻子。啊。对。这块好吧？行行行。有24块钱的。那是这太多了，我就一个人。需要这些给我？嗯，你切吧，差不多。好，19块钱的。行行行。你那个掐哪个了？掐衣服上的呢？挂脖子上的。兄弟们，又买了点猪头肉。昨天那半斤就要15，今天一斤才19，这个便宜。一会儿尝尝。我先尝一块。先尝尝。正好那会儿吃碗面没吃饱。尝尝这14块钱的。嗯，看比那28的还好吃。又有便宜味儿。嗯，还是说便宜的不好的，真很挺好吃。可能是肉进价便宜，搞不懂，反正好吃。嗯嗯，比28那好吃。收起来，先不吃了，到孟城再吃吧。谁像吗？你猜？你猜能不能谁像？不是呀，咱们做长哪是一样？就是。啊，这就是呀，一个是出了这一辆车就带着他走吧。啊，对。我多年了，辽宁过来的。辽宁。啊。从辽宁来的。哎。买点大米去。买大米。啊。来咱做饭是吧？啊，对。哦。这有个粮油店，看看，一般都不卖散装大米。那不卖，我就去孟城县城再买吧。一般县城，他们小区里边都不成袋成袋往楼上搬，都是那个一回买几斤，是不是？农村这地方就不行了，一买就是一袋一袋。哎呀，真有散装的，真有哎！老板，这大米多少钱一斤？你要啥呢？便宜的就行。便宜2.3块的。2.3块呢？啊。啊，那给我来2斤就行。现在离家远了，吃不着自己家的盘锦大米了。他这是哪的大米？啊，你要哪的？有东北的。有东北啊？那你这有盘锦大米吗？盘锦大米有东北，有咱们很少哈。对对。嗯，我就是盘锦那面的。啊。吃不惯这边的米，还有点。这边买不到盘锦大米了。吃不到我们盘锦大米了，有点想念了。它这大米就跟那个味道怎么吃也不一样。车链子掉了，掉链子了。兄弟们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凉皮儿，车上写着凉皮儿，但不一定有没有。我去问一问啊，得有半个月没吃着凉皮了，天凉了，没人卖了。老板，这有凉皮吗？凉皮现在没有了，夏天的时候有。哦，哎呀，他们现在车上贴着凉皮，然后已经没有卖的了。嗯，是希望破灭，继续赶路。
蒙城县鲲鹏公园，进不去啊，兄弟们，还是我没找对门啊。这马路牙子，都过我膝盖了。这几个大球子倒行，这马路牙子上不来呀。那就接着走吧，虽然我骑不动，再往前走吧。公园不让住，我再看看地图，再选一个露营地吧，看看还有什么好地方。我不准备奔蚌埠方向了，就准备那个叫什么什么县我也忘了，反正是六安方向，兄弟们，这六安然后一直南下。我先看看手机地图，哎，累了。预计的公园结果进不去。蒙城中山医院，昨天住的就是医院，今天不想再住医院了，有种住院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一问搁哪住的，住院了。我今天找不到公园，我找一片空地，我也不住医院了。感觉蒙城县城里边我是找不到什么好露营地了，马上再有2公里我就要出城了，想城外找片空地吧。今天我的水源刚打满，在医院接的，而且是那种净化后的水，用猛沙还是净水器净化出来的水，就相当于矿泉水，一切干粮草料都比较充足，就慢慢走吧。这里边公园进不去。我骑了31公里了，已经在蒙城南郊外了，不想骑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位置就住下了。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，好像都让人家给种菜了，没有停车的地方，我还得往前骑吗？这树林里能停吗？感觉这树林里挺好的。我看看天气预报，明天有没有雨，没雨的话就停这里。我往里边推一推，这离国道太近了，嗡嗡响。明天没有雨，有雨的话，这树林里边就出不来了。是不是谁家菜园子呀？再有，这也不是果树，我也不能让人家起疑心，寻思我是来偷人家那个那啥那个果水果啥的，对不？他这啥也没有，我搁哪儿啊的停呢？看看里边是啥地方？完了，里边没有路了。还往哪走？我还是步行走路去看一看哪里好吧。推车我还一会儿还得推出来，就看这边的小路走的都挺好，去看看。先把车子放下，这也是土路啊，兄弟们，这也是土路啊！我要再往这边走，下雨还是出不来。但是明天没雨，有没有雨这不好走啊！这是啥路？咣当咣当的，把车都蹲烂了。哎呀，人家这有萝卜呀！别以为我是来偷萝卜的，萝卜他也没接萝卜。这土地不行啊，一陷太深了，捡个小石头得垫上，要不然都给我陷到底儿了。给它放在这儿，然后垫底。大家看看我今天的露营地儿吧，蒙城南边郊外的一个小路。
我也不知道这是干啥用的，这是什么树？是果树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就在这儿住一晚了。明天继续向六安方向出发，看看这个果还漏不漏了，烧点水喝。哎呀，还真行！那昨天怎么漏那一下呢？还行，不漏我就先用着，漏的话我就用这个医院工作人员给我的这个管儿，我就给它换上。但是这个管儿好像有点细，但是烤一下它就会变粗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没有这个粗啊，没有这个粗的这个管儿可以有扩大缩小，也不知道到时能不能行。没坏就先用着吧。完了，我的小黄已经到寿命了。这个小黄我没换几天呢，9.9包邮这鞋是不行啊，这才穿一个星期。嗯，还有最后一双鞋了，旅游鞋。擦擦脚，进车里做饭。我的饭菜在车里做都可以，因为不是炒菜。感谢所有支持我的粉丝们，有了你们，我才能天天吃上猪头肉焖饭，是不是？今天的菜系继续猪头肉。盖锅煮饭，大米饭好了，开锅，把这猪头肉都倒里。一斤我也吃不了啊，留着半夜再吃吧，就都倒了，谁能吃了一斤的猪头肉？扒拉扒拉再扣上。5分钟之后吃饭，再配上几个大蒜，不然的话吃不下去，太腻了。我这些大哥大姐们天天让我吃猪头肉了。不吃猪头肉就是卖惨，但是啊，不能一直吃啊，兄弟们呐！我今天吃完，明天我可不吃了，明天我要吃点清淡的了。我不卖惨，但也不能天天吃猪头肉，对不对？但是也要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姐妹们啊！饭好了，关门吃饭。猪头肉配大蒜，兄弟们，一锅的猪头肉。应该再整两口，是不是？不整两口，对不起这猪头肉。14块钱一斤，昨天买的28一斤，能不能是有病的猪呢，兄弟们？爱啥啥吧，吃着好吃就行啊。我感觉比28的还好吃，再配口大蒜。敬我所有的。